本场比赛的主席裘文嘉，欢迎大家的到来。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出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他们是正方澳门大学代表队，反方复旦大学代表队。还有人准备什么？好，好的，下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双方的队员。首先有请正方做自我介绍。正方毕业澳门大学中文法学皇家新闻和专场各位。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所以请对方辩友在问问题的时候可以稍微慢一点吗？谢谢。正方二辩澳门大学英文传译系陈涵林问候在场各位。正方三辩澳门大学传播系姚兆华问候在场各位。正方四辩澳门大学会计学系李佳琪问候在场各位，请代表澳门大学全体问候大家中午好。感谢正方，下面有请反方做自我介绍。反方一辩复旦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朱义伟。反方二辩复旦大学社会工作系徐荣生。反方三辩复旦大学化学系朱子英。反方四辩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傅宇。复旦大学辩论队问候在场诸位。感谢双方队员，下面请您自我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委。苏州大学牧羊评委，欢迎您。华东师范大学张新佳评委，欢迎您。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姚望评委，欢迎您。今天我们的辩题是正方，全球化导致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是可以接受的，反方，全球化导致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是不可接受的。在比赛开始前提醒各位注意比赛规则，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首先进入陈词环节，发言顺序依次为正方一辩、反方一辩、正方二辩、反方二辩，各队可灵活分配两个辩位的用时，但每一辩位不少于两分钟。当双方一辩陈词满四分钟时，计时人鸣笛，一辩陈词立即停止。二辩陈词剩三十秒时，计时人鸣笛提示。首先有请正方一辩进行开篇陈词，计时开始。谢谢主席，对方辩友大家好。他中语以文化包括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传统习惯等等。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是指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在全球化时代，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来往更加密切。我们享有本地文化的同时，也接触到外来文化。通过比较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人们开始选择。于是，在不断的取舍中，一些文化表现形式淡出了人们生活。但要注意的是，即便是从航海大发现开始，全球化对人类影响超过600年，几代文明之间却从未有统一的趋势，甚至冲突不断。可见，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只是文化表现形式上的层面，而所谓文化大一统是不可能出现的。双方之间探讨这种丧失可不可以接受，就是指对文化形式的丧失所带来的影响，足不足以使人类停止全球化的脚步，以保护文化多样性？我方认为并不足以。理由有二：一，全球化带来不同文化冲击，让我们看到自身文化中的缺陷。比起酒席，女子缠足是我国延续千年的文化形式，它是女子叫族谱畸形，摧残女性的身心健康。直到19世纪，传教士在工商口岸厦门成立了第一个反缠足的非政府组织——天足会，鼓励女性解放自己的双脚。新旧文化碰撞之下，改变开始了。我国缠足的风俗开始从沿海城市消失，更影响到了内陆地区，最终使女性免遭缠足之罪。除此之外，更有非洲的割礼、引入的驯夫，均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下被逐步禁止。之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城，后来扩到了一个国。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看到了整个世界。在这个接触与抵
较新文化的过程中，各地文化蓄积精华蓄积糟粕，不停地发展与前行。第二，参与全球化就意味着要接受全球化语境下的游戏规则，路让一部分外在文化表现形式，获得的却是知识和能力的提升，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机遇与挑战。这是对时代潮流的顺应，可以接受。例如，全球化时代下，人口出现聚集效应，人地矛盾凸显，因此，居住在北京四合院的人们搬进了其使用率更高、实用性更强的商品房。从四合院到商品房的演变，为城市的发展，甚至整个区域的发展腾挪出了空间，使其成为可能。而为了跟上全球化高效率、快节奏的发展步伐，快餐也逐渐取代了原来自身慢食的饮食习惯，让人们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工作和生产中。诚然，让传统文化为发展让步，我方也感无奈。但随着科技的提升以及全球化时代下的推广普及，即便是某种文化表现形式因无法适应在现实的环境而逐步丧失，通过电脑的虚拟化保存、古籍的保护、文献的记载等等方式，也能帮助人们很好地了解和借鉴当代。综上，我方认为全球化导致文化关系丧失可以接受。谢谢。感谢正方一辩的陈词，下面有请反方一辩进行开庭陈词，计时开始。谢谢主席，谢谢对方带来的精彩陈词。听完的陈词，我抱有点疑问，就好像你方今天看到的是全球化导致文化的丧失，就是像残疾这样落后的文化的淘汰，就是对方没有这样的丧失，我方和你方是同样可以接受的。这样子不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文化，它的丧失并没有什么不可接受。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是不是应该放在那些具有独具特色、社群特征的文化上面呢？希望之后的辩论，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好，下面来看我方今天的观点：全球化导致文化多样性丧失是不可接受的。以下我方将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论证。首先来看微观层面，从特定的民族和群体来看，文化多样性表现为其特有的文化特性种，表现为其特有文化的表现形式。而全球化导致这些文化的消亡，将造成他们文化群体身份认同的缺失。在当今全球化的格局中，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着强有力的经济地位，他们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对世界其他文化进行了消解渗透，逐渐丧失了文化群体传统的生活方式。所谓的全球化文明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当它触碰到文化群体内每个个体心中我是谁这一根底线的时候，并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像民方一样释怀。在四川彝族凉山山区，当地政府试图把山上的居民搬到山下来的努力已经多达五次，但是每次都以山民自己返回山上而告终。为什么？难道住在山下交通便利、四通八达有什么不好吗？不，这很好，但是这只是全球化标准下认为的好，并不符合这个民族的身份认同。这个民族就是喜欢黑色，崇拜高山，他们觉得住在山上可以更接近雄鹰，更接近蓝天，在山上居住的时候，他们才会觉得我还是那个我。但是我们不知道今天凉山的山民还可以在他们的山头坚守多久，因为全球化浪潮袭来的时候，这里要变成旅游开发区，也许凉山的文化就会成为对方辩友眼中另一个在全球化浪潮中微不足道的牺牲品。想想凉山的村民，对方辩友文化认同的缺失，您能接受吗？看完宏观层面，再我们来看看；看完微观，再我们来看宏观层面。从全人类发展福祉的角度来讲，全球化导致文化多样性丧失，将使人类手中的选项越来越少，并且限制人类发展进步的可能性，同时又增加潜在的文化风险。盖尔·奥克斯利有言：“我们的差异总是给我们新的灵感去看待一切。”同样是面对春秋时期的社会问题，儒家倡导克己复礼，道家号召亲近无为，而法家则主张立法约束。不同的文化思想让古代中国在面对同样的社会问题时有不同的选择，而不同思想间的碰撞交流又使彼此给出的答案更加完满丰富。然而当今资本市场化的逻辑筛选过后，文化必然趋于单一，无法从多元中获得借鉴，文化基因萎缩，文化的进化正在失去原材料和原动力。在这一步上，每种文化本身并不是完满的，都可能潜藏着自己的文化疾病。不同的文化对于不同的物种若没有许许多多的他者作为参照和借鉴，那么文化的自我提升和发展都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正如联合国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所总结的，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一样，对生态平衡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文化多样性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应当从当代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出发予以承认和肯定。综上所述，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微观层面将妨碍文化类个体获得幸福，宏观层面将阻碍人类的发展进步。因此，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是不可接受的。谢谢各位。感谢反方一辩，下面由正方二辩进行申论。您的时间还剩2分42秒，计时开始。好，谢谢主席。首先感谢对方辩友已经承认了，有一些文化他们应该在全球化的时代下丧失，它就应该丧失。其次呢，对方辩友今天只看到了全球化导致文化多样性丧失带来的弊处，而却没有看到它带来的利处。它带来的利处有二：其一是全球化带来了不同文化冲击，使我们认识到了自身文化缺陷，而摒弃了一些陈规陋习；其二是全球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因各国的资本啊技术在上面流动，对国家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机遇。而且弊处呢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可以通过电脑虚拟化保存古迹啊，保存文件等等的方式，将其停留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供后人的学习和借鉴。第二，对方辩友不能把全球化时代下的文化交流等同于文化侵略。文化侵略只是强行让他国接受入侵国的语言文字的这样一种征服式的行为。例如，普鲁士入侵法国时，强行让法国人民学习德语，而不让他们说法语，这是文化侵略。而今天全球化提供的是一个各国文化交流的平台，大家可以在上面各取所需，这是一个自主选择的过程。对文化的选择权还是掌握在民众手里，这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对方辩友可不要搞混了。第三，对方辩友今天给我们列举了一些，比如说山林刚搬下山的例子，但这些例子跟全球化到底有没有必然的关系呢？您倒不能告诉我们，因为他们在同一时代就告诉我们全球化导致了这些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啊。就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陈词，可能不远处的食堂有人要吃午饭，您都不能说我陈词导致了他吃午饭，对吧？其次我刚再来给对方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全球化之前就已经有语言的更替了，那在公元前全球大约有15万种语言，而到中世纪之前却只剩下了7到8万种。对于全球化时代下语言的消失，这方面有不能因为它和全球化同时出现就告诉我们说全球化导致了这些语言的消失啊。这方面还告诉我们说全球化有可能会导致单一化，代表哪种文化统治了世界了。全球化所导致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往往只体现在文化表现形式的丧失，而它会受到当地的自然啊、社会条件的制约，根本不可能完全相同。比如您不能让赤道人和北极人吃一样的东西，住一样的房子吧。其次，这方面还告诉我们说，文化的减少会不能碰撞出新的火花。这方面，您的时间还剩2分06秒，计时开始。好，谢谢主持人，在前后在场各位。首先，对方辩友关于缠足的那些问题，它已经不符合现代的一些价值观，所以我们不予讨论。并且在这样一个长久的发展中，文化曾经演进是非常缓慢的，但是我们今天立足于全球化，文化它消费主义是带有侵略性的。在这样一种侵略性文化的冲击之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好，今天我们来看对方辩友犯最大的错误是什么。他告诉我全球化有很多有利的地方，但是他同时把这些有利的地方和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的保存对立了起来。对方辩友，您方让我在这样两个选项中做一个二选一的单选题，但是我刚告诉你的是二者并行不悖。就好比日本的例子，日本也是一个曾经被迫卷入全球化的民族，但是他们在现在很好的实现了自身发展的同时，仍然很好的保留了他们的文化的表现形式。对方辩友，告诉我和服是不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茶道又是不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呢？今天日本人在西装革履的背后，一到了他们的传统节日，这些文化的表现形式不都涌现出来了吗？好，其实这方面有，今天您方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是因为您方今天把文化客体化来看待了，您方没有把文化与人相联系。今天文化是什么？它不是一件衣服，你想
想脱就想脱，想穿就想穿。其实文化是内在于人个体的，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给予了一个群体身份认同和群体记忆，告诉我一个人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这个群体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今天我们看到土耳其在凯末尔革命的例子中，他把他的风俗语言习惯全盘拉丁化，反倒造成了这样一个民族的撕裂感。方队友，一个民族这样身份的撕裂感，他失去了身份认同，你一方是可以接受吗？还有十秒，最后回应对方队友一个小点，一方关于古籍记载的这样一个问题。没错，我们古籍记载是可以用文字把唐诗宋词给记录下来，但是对方队友，我们的文化尸骨犹存，风骨何在？论述，下面进入质询环节。正方三点分别向反方一、二、四点各提三个问题，反方逐一回答，一问一答。反方三点规则同上，双方三点九次提问，总用时九十秒，每次提问不单独计时，时间用完即使人鸣笛，提问立即结束。双方一、二、四点每次回答用时二十秒，时间用完即使人鸣笛，回答立即结束。中途提问方不能打断回答。首先有请正方三点提问，计时开始。请教一点，请教您方缠足这件事怎么相信？您方知道吗？方队友，缠足它不符合现代人类文明的价值普世观念，因而它就应该被淘汰。文化正常的进步和文化标签的丧失是两回事。所以您方认为全球化让缠足淘汰就是可以接受？感谢您方承认我方附送观念。请教您方第二个问题，没有全球化，文化多样性是不是一定不会消失？方队友，这不一定。但是正方队友，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文化的丧失就演绎着因为全球化正在以一种资本的逻辑来筛选当前的文化。好，感谢方队友承认没有全球化，文化也不是不会消失。那想请教您方，但是这个正常演绎的过程中，为什么全球化导致文化丧失消失是不可以接受的？刚和微观两个层面向您方进行了论证。当今现在我们面对全球化这样一个现实，明明可以有日本这样的例子，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行不悖，也有土耳其这样的例子，整个民族被颠覆掉。那么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面对全球化这样的浪潮，面对文化多样性丧失的现实，我们应该怎样做出选择？我们自己应该做出怎样的作为才是不可接受的？对方辩友都并行不悖，那今天讨论这个辩题还有意义吗？还是请教对方辩友了。请问今天文化多样性是不是一定不能消失？各位，文化的多样性当然不能消失。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五彩缤纷的文化，我们有这么多的选择。您方一定要把世界这样一个文化的彩色的布变成黑白的，在座有人接受吗？都没有文化多样性一定不能消失，所以今天缠足一定不能消失。想请教您方，您方先认为，既然全球化让我是谁都不知道了，那是不是有一个停止全球化的脚步呢？都没有，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一部全球化的历史，是一个资本的逻辑在全球扩张的历史。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不是要我们采取何种的态度来反对这样资本消费主义的逻辑？让我们看到我们两者本来可以并行不悖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不作为的不可再接受态度？这方面我只想请教您方，今天作为要如何作为才能够让这什么我是谁不消失？各位，文化的保护是多种途径的。日本的例子已经很好的回答您，国方还可以再给您举一下台湾的例子。今天台湾的科技实力排名全球第六，但是一个外国人都会觉得台湾人比我们大陆人更像中国人，就在于台湾在文化的保护中，它在教育这一环就做得很好，这对于民族传统来说不是非常重要的吗？这方面我方已经不需要您方再给我描述文化多样性存在有多少多少好处，我方只想知道全球化在您方的描述中这么的凶猛，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够让它跟文化多样性并行不悖？各位朋友，很简单，我们今天在论证，就是说我们面对全球化这样一个浪潮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看到说有日本这样的例子，也有土耳其这样的例子，机制在于你如何去做。各位朋友，一个态度我非常能够理解，但是我想请教的就是您如何去做。您方不能回答没有关系，想请教您方，今天文化侵略跟全球化有没有区别在哪里？对方辩友，今天很简单，我方在一辩和二辩的立论当中已经提到过，说今天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是用一种资本的逻辑在筛选你的文化。对方辩友，今天您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主动的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麦当劳越来越多，我们到底如何去找那些普通的小餐馆？好，想请教对方辩友，今天麦当劳越来越多，是不是小餐馆消失了？
双辩友这两者之间并不是一个直接关联的关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里面的机制，为什么麦当劳出现之后小餐馆会消失，因为它的标准化生产，因为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期待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一份汉堡，同样的一份薯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好的。假如我们中间没有四大菜系，只有薯条，双辩友您接受吗？双辩友小菜都没有，小餐馆消失，您刚刚不给我方论证一下，不要马上告诉大家，不要告诉大家小餐，不要告诉大家这个您刚假设下的事实好吗？谢谢。好，感谢正方三辩的提问，下面由反方三辩进行提问，计时开始。就是正方一辩，在您刚看来，全球化导致的文化高潮丧失具体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呢？那就是当一个文化的表现形式，就比如说我们所提的社科院，它现在已经不符合人们的居住模式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不应该把它强制的留在我们的社会中，说因为这是好事，我们强制把它留，我们应该按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说正常的姿态。对，他们有我正常的姿态进行的发展。那请教您了，今天民族的一个身份，我们都知道是建立在其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基础之上。为什么在您方看来，今天全球化导致文化高潮丧失，连我们的身份认同都没有了，在您方依然可以接受？今天我穿西装，可是我仍然很自豪，我自己是个中国人的，能够对方辩友就是。对，对方辩友，您穿西装了，整个世界的人都在穿西装，您何以区别于其他人？您是个中国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是我本身是对我自己的文化的认同，而这个认同的话，并不会随着文化表现形式的丧失而逐渐消失，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很多的文化表现形式，它在表现形式上丧失，但它的内心还在。对，有没有内心还在？就请教您了，今天成都的茶馆，成都的茶馆被麦当劳、被肯德基取代的时候，成都人民可以自称为成都人，他们的身份认同在哪里？有没有强势文化不会导致弱势文化的弱势？因为全球化提供的是一个各国文化交流的平台，它能够使大家可以通过一个自主选择的过程，使优秀的文化留下来。那这方面，我们今天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所以我们选择这种快节奏标准化的快节奏是有什么错？对，方辩友，您帮您告诉大家了，您方认为文化就是有优劣之分的，这个优劣之分您待会儿给大家论证一下。请教您了，今天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说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创新的源泉，为什么今天源泉的消失在您方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对，方辩友，我方辩友认同是文化的优劣之分，我们方只是认为文化有发展程度的不同。再回答您的问题是，文化带来的不一定能够是新的文化产生，反而有可能是矛盾和冲突。要不911是哪来的呢？而且文化新文化的产生，往往是要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不能是太强的太弱。对，方辩友，不能太强和太弱，可是资本的逻辑就导致了这样的选择吗？再请教您了，今天在您方看来，全球化所带来的您方的机遇也好，交流也好，和文化多样性一定是二者不能共存的。方辩友，不好意思，我刚刚听到您前面的前半句，您能不能再稍稍重复一下？方辩友，问一下，今天文化多样性和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也好，您方的交流也好，是一定二者不能共存？可以共存啊，机遇，我们带来机遇的话，对国家发展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为什么您方一定要仅仅全球化？对，对方辩友，二者既然可以共存，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两者并行推，而一定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机制，我们不作为，让文化多样性丧失，您方可以接受吗？所以说，今天对方辩友其实是在向大家论证，全球化这个大浪潮下，文化多样性不会丧失，而方辩友没有在向我们论证文化这个丧失，它是可以接受还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看到的全球化过程下，它会丧失，也有没有丧失？我们讨论重点应该是丧失的这部分呀。您只是在向我们论证它不会丧失，有什么意义吗？方辩友，明明可以不丧失，您方却让它丧失，可以接受吗？明明可以不丧失，那对方已经承认了禅宗这一点，它是要丧失的，它可以丧失。四合院这一点，大家都认为这是个文物，我们需要保护。但是这方面有，难道想让现在连楼房都不够住的北京还盖满四合院吗？这个叫明明不可以丧失吗？方辩友，我光问您的是，在日本这样的例子中，他们可以通过立法保护，可以通过人民自愿的建立迷你博物馆。方辩友，为什么不采取？为什么我们要对文化放任，让它被淘汰？所以说，建立了博物馆，这就是我们把那些从我们生活中淡出、从我们生活中丧失的这些文。
文化记载入历史。我们说丧尸不等于它的彻底灭亡，如果您刚非要把这个丧尸的帽子拍了盖到彻底灭亡，这个文化连博物馆都不存在才叫丧尸的话，那我光今天举不出任何丧尸的例子了。谢谢。感谢反方三辩的提问，下面由正方三辩进行小结，时间为2分钟，计时开始。好，谢谢大家好。为什么今天双方看似交合这么厉害，就是因为对方辩友其实已搞错辩题。我们今天谈论的是文化多样性丧失，全球化导致文化多样性丧失可不可以接受，而不是跟您刚讨论全球化到底会不会一定导致文化多样性的丧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方辩友其实为什么对方辩友会认为全球化这么可怕，连身份认同都没有了，就是因为对方辩友搞错一个辩题。今天我们讨论是全球化并文化侵略，文化侵略和全球化有什么不同？它最大的区别在于，文化侵略是一个强制要求异议者接受它的文化，而全球化就是提供一个平台，让不同的文化在这上面展示，而最终自主选择的权利在谁，在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认为，全球化时代并不必然导致弱势文化的消失，是因为哪怕今天好莱坞的电影可以卖到80%的市场上，可是哪怕只有20%，我们通过自己的自主选择权，都可以让弱势文化反噬强势文化。最终，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在澳门卖的最好的电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所以这方面，我们要看到，今天如果您方所带来的那些担忧不一定成立的话，也就是说，您方所强调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丧失的弊端不一定成立的话，那您方今天是如何论证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丧失不能接受这一点呢？而且今天我们讨论全球化能不能，全球化所带来文化多样性丧失能不能接受，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有个比较。对方辩友的弊端我已经强调过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首先就是我刚刚一直强调的，对于那些已经不适合这个社会发展的残存项的，我们通过全球化，通过交流，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摒弃它，这是它带来的优点之一。第二点，我们知道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的确您方可以强调我们可以抵制全球化，我们可以像朝鲜一样闭关锁国，可是通过朝鲜跟韩国的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应该拥抱全球化，让全球化改变我们的生活。或许今天朝鲜没有会觉得韩国没有朝鲜文化东西保存那么好，可是到底何者是更可以接受的呢？综上，我刚刚也显然成立，谢谢大家。谢正方三辩，下面由反方三辩进行小结，时间同样为2分钟，计时开始。谢谢主持，大家好。其实我方今天二辩告诉大家的，今天对方辩友所有的论述前提是这样的一个现状，就是他们认为今天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一定是处在一个二元对立的情况下，于是他们开始跟我们进行一个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和坏处进行比较，来告诉我们说，你看利大于弊，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呢？但是我方今天恰恰不能明白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在这样的全球化的背景下，恰恰有这样的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民族，它叫做日本。大家都知道，日本走在全球化进行当中的前列。那这方面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的传统文化同样被保护得很好。您刚问我方日本是怎么保护的，我方就来告诉你。方表，在日本1850年就出台了历史上第一部文化的保护法，叫做武器物保护法。在二战之后，日本经济萧条的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它依然继续完善立法。他们的民间的民众，他们愿意自发的组织金平堂民营博物纪念馆。方表，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看到明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多样性可以通过我们人为的努力不去丧失，但是您方告诉我说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可以借着全球化的名号，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丧失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周表，我方您向您论证了一个文化的丧失对于这个生活在文化当中的人是多么一件可悲的事情。同样给您举一个例子，有这样一个民族，它叫做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时候，文字被取代了，文化被取代了。方表，现在是什么状况？阿拉伯国家不承认他们，伊斯兰教国家也同样不认为他们是他们自己的归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方表，当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您方告诉我说，全球化过程当中，我们今天究竟，我们中国，我们世界，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我们去人为的保护它，还是假借全球化的之名让它丧失？有没有选择权在您方？休场时间到，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下面进入自由辩论环节，反方首先发言，双方交替发言，一方时间用尽，另一方可选择继续辩论，也可放弃。双方时间各计4分钟，
在各剩余一分钟时，计时员时间提示。首先有请反方率先发言，计时开始。好，谢谢主席。今天对方辩友的论证中逻辑缺了一环。您刚告诉我说，好莱坞现在统治了80%的市场，只剩下了20%给传统文化。请您方论证，在这样一个趋势下，为什么20%不会变成零？为什么一个球落到了一个坡的一半不会落到底？为什么会变成零？是您刚需要向我方论证，他这个丧尸为什么到底了零才能叫做丧尸？汪淼，请您待会儿给我论证一下。我倒想请问了，既然文化断绝的丧尸的后果都能严重到我们连我是谁连名字认同感都没有了，那是不是对方辩友认为我们今天就不应该全球化了呢？汪淼回应您，今天的全球化要，但是我们可以同样两者并行不悖，既全球化又保文化多样性。汪淼，要是您刚向我们论证，中国的电影从100%的中国传统变成了只剩下20%份额，为什么不会变成0%？方面有从100%掉0%，好可怕！其实我们要闭关锁国，禁止任何外国电影引入，是您方的意思吗？想请教您方的，今天都已经让我是谁都不知道了，您方的并行不悖要如何达成呢？四合院的秘诀，请您方解释一下。方面，我正是因为形势危急，我们才要有所作为。但是想请教您方，在我的家乡山西，每年就有两个地方戏总在消失，没有人来看，没有钱来赚，这个戏曲就是活不下去。您方如何论证资本的逻辑不会让弱势文化消亡呢？要不要您方没有得无论证，它是怎么在全球化时代下跟全球化的时候必然联系导致了它消失？但我觉得这方面有点已经偏执，他是说我们文化是可以保护，但我们为什么如果不保护的话是不是可以接受？但我方今天说接受并不是代表不保护。这方面有再请您解决一下四合院的例子。代表四合院的例子，您回您倒想请教您了。今天全球化，我们要发展旅游经济，方便了我们的山民从梁山上被赶下来扔掉，这种情况发生您方可以接受吗？我想请对方辩友解释一下，从逻辑上解释一下，到底他们从山上被赶下来，到底有什么因果关系？同时发生不代表有因果关系，这个我希望对方辩友可以清楚。还有四合院的例子，对方辩友说解决，请问怎么解决呢？方面很简单，为什么梁山的山民被从山上赶下来？因为那里要开发旅游，全球的资本已经触及到了那里，梁山的山民也不能幸免。四合院的例子很简单，今天如果北京所有的四合院都变成了楼房 ，OK， 北京人的生活条件确实得到了改善，但是北京还在哪里？这方面，北京就在我的家乡呀、啊，它怎么会消失呢？现在要告诉对方辩友，一直说这个文化多样性啊和我们现实利益它是无法并行的。那既然无法并行的话，那四合院成立时对方辩友又如何解决？难道对方辩友认为就彻底消失了才叫做丧失吗？对方辩友，北京全变成了高楼大厦，北京和巴黎有什么区别？北京和东京有什么区别？方辩友，当有一天歹徒被同化的没有泼水节，他们和汉族有什么区别？身份认同在哪里？方辩友不要再煽情了，就想请教您，方辩友今天既然可以并行不悖，如何并行不悖？您方都已经说北京要全部变成高楼大厦，可见不是不能，可见是不可以并行不悖的嘛。方辩友，日本的例子已经回答您，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倒反是您方一直在逃避我方问题，请正面回答我方三遍。当歹徒没有了泼水节的时候，他拿什么来区别其他的民族？您可以接受歹徒，您为什么接受？对方辩友，您方要请您方用日本的例子来给我们方解释一下四合院和北京发展之间矛盾的问题好吗？对方辩友，那才请问您，歹徒什么时候已经没有泼水节了？再者，对方辩友就告诉我们，全球会走向单一化，但几大文明之间的矛盾仍然我们能够看到冲突不断。为什么我们见基督教徒、穆斯林教徒亲如一家呢？方辩友，北京四合院的问题在60多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中央城区的保护，但是我们没有做，所以今天我们才要做是北京四合院渐渐消亡的例子。今天傣族的例子您方不回答，再来请教您的，如果彝族没有了火把节，彝族和汉族到底有什么区别？他们的身份认同到底在哪里？那如果根据对方辩友的逻辑的话，既然北京已经不是北京，因为没有四合院了，那首都都已经没有了，那我们还是中国人吗？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呢？方辩友说的太好了，当我们中国人都已经没有我们引以为傲的文化的时候，当我们的四合院已经变成跟巴黎的高楼大厦一样的时候，你拿什么说你是中国人？你就说你有一张护照，你就可以说你是中国人了吗？这方面也又是在这里乱扣帽子呀！我们什么时候没有了这个文化认同？我们在说文化的丧失，就是它表现形式逐渐由我们生活方式汇聚到一个历史，这就叫文化的丧失，并不代表这个文化完全的都没有了。我们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我们没有任何保存的方法，它才能叫文化的丧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还能举出任何一个例子来论证我方的观点吗？
那好，方辩友就在您刚刚逻辑下举一个例子，我哪一种文化的多样性丧失是您方可以接受的一个表现形式就可以了。方辩友前头已经跟你说过了，而且这方面还想请您方告诉我，今天如何让北京四合院跟北京全球化发展之间能够并行不悖？如果您方不能够解决的话，我觉得您妈就要跟你唱高调。还有方辩友，您妈还提了这么多文化丧失的例子，方都不知道到底丧失在哪里，我看看都是您方假设吧。这方面我今天很简单，您方不生活在这个文化当中，所以您方当然可以觉得无所谓。所以今天还想请教您了，今天两个例子您方都不回应，我再举一个例子，假如今天苗族没有的民事，他们又如何区别于其他的民族，他们的身份认同到底在哪里？我来回应这方面便有所有关于民族的例子。一，这个文化它到底会不会丧失，这方面有没有向我方论证，对方面有没有说今天真的没有了，所以这个例子目前为止它还是不成立，对方无法认同对方观点。第二，它的丧失到底是不是因为全球化，对方面有也没有认证，对方面就在那说我好可惜啊，这个文化没有了，但是跟您方不论证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方面我刚看到的恰恰是两山的山民不能待在山上，因为资本要不停的下山，那里要变成旅游区。我刚看到的是上海共济团只剩下一个导演一个编剧，因为没有钱来给他们投资，没有戏让他们演，没有钱让他们合一个。对方面我资本的逻辑就是确定的，您方如何论证弱势文化不会被侵蚀，请您论证。对方面有资本的逻辑是什么？哪里有钱赚我去哪里赚，而不是我一定要用某种强势的文化去吞噬某种弱势文化。资本家看的是钱，不是文化的强弱。对方面有，方辩友，如果真的不是看文化的话，方辩友您方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全世界平均每两分就有一种文化消失？方辩友，到底什么文化消失？您方不妨给我们举出一个例子。我方知道，一直是您方假设的。方辩友，那就请教您了，今天满族人的马背上的文化已经消失了，满族人和汉族人的区别在哪里？满族人马背上的文化消失了吗？对方辩友一直在给我们论述假设这种文化消失，那它为什么消失不是丧失呢？因为我们怕丧失就是这个文化从我们生活中褪去到后面。以前我们都骑马出行，现在我们要坐车，但是也不代表没有人骑马。对方辩友不要把完全消失等同于丧失，这样就会太霸道了吧？方辩友，消失和丧失有什么区别？您方待会儿问询大家。中国不看，方辩友问您土耳其的例子，土耳其的身份认同在哪里？改革了，全改了。方辩友，对方辩友，土耳其人今天认为自己不是土耳其人吗？您方这个例子举得也太霸道了吧？方辩友，今天不管是关于北京还是关于土耳其，您方在谈文化的时候，始终将我们这样一种身份认同固定在一种地理的概念上。但是今天到底是什么让我认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仅仅因为我来自中国吗？当然不是，我的内心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所以我认为我是中国人。方辩友，这传统血液和文化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方辩友还是需要我们问问他究竟为什么会丧失，他真的会丧失吗？方辩友，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已经丧失了。现在我们中国有颠巧通杂争主顿，方辩友有法师大官有命，但是当有一天全世界只剩下了炸薯条，您方可以接受吗？方辩友，所以资本的逻辑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优秀劣汰的环境之下，弱势文化已经是为精彩的自由辩论，最后进入结辩阶段，双方各用14分钟，剩余30秒时计时员时间提示。按照刚才的抽签次序，由反方率先进行总结陈词，有请反方四辩计时开始。谢谢主席。今天我们双方在这里讨论这样一个关于全球化，也关于文化多样性的辩题。那我想，首先我们应该基于这样两点事实来展开这样的讨论。首先，第一点，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正如崔方辩友提出，从地理大发现到今天，人类社会历经3次工业革命，全球化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为我们带来了舒适与便利。第二点，文化多样性至关重要。对于一个单一的群体来说，文化多样性带给我们身份认同和群体记忆。文化多样性回答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从宏观全人类的角度上来说，差异给予我们灵感，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为一个文化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创造了可能。以上这样两点事实要求我们必须今天冷静地来思考文化多样性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今天方辩友给出我们一个答案，很简单，说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选择接受全球化带来的舒适与便利，放弃自身的文化与认同，
要么我们选择固守自己的文化，在愚昧中走向落后。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日本的例子。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走到今天成为西方主导全球化的过程中的佼佼者。然而我们放眼日本，从寿司到茶道，从和服到排剧，从浅草寺到正仓院，从歌舞伎到武士，到日本的传统文化从来没有丧失过。然而反观我们自身，今天越来越多的大陆人要到台湾去过年，要到台湾去围炉守岁接财神。为什么？因为他们说那里年味更足。为什么今天台湾比我们更开放，科技水平比我们更发达，却比我们把传统文化保留得更好呢？其实从日本到台湾，从罗马到巴黎，从佛罗伦萨到巴塞罗那，我们都不难发现，其实今天全球化进程的融入与多样性的保持，二者之间并不对立。然而我们确实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全球化的进程形成了一种理性选择的机制，资本的逻辑以及对于物质和效率的追求成为了衡量一个文化唯一的标准。于是我们看到土耳其为了实现自己经济的现代化，放弃了自己传统的伊斯兰文化，越南为了接轨国际，全盘将自己的文字拉丁化。但是结果呢？当一个民族为了实现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而抛弃自己的文化，结果就是世界记住了这个国家，而他们却忘记了自己是谁。今天反方不能接受的是，面对全球化汹涌的浪潮，我们本来可以在积极融入的同时保有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我们选择了不作为，任凭今天好莱坞强奸着我们的潜意识，任凭今天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渐渐模糊了我们的面目，我们甚至还拆掉自己几百年的城墙和四合院。今天当拥挤的车流穿行在长安街上，一座座四合院却在一轮轮旧城改造的沦为平地，北京到底在哪里？今天当摩天大楼伫立在黄浦江畔，石库门却渐渐成为上海人孩提时的记忆，上海到底在哪里？一位法国人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果你们拆光了你们文明的四合院，复制一个赝品的巴黎，巴黎若有之，巴黎必愤怒。少年中国，今天中国的未来到底何去何从？我想各位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谢谢。下面有请正方四辩计时开始。谢谢主席，大家好。正方四辩今天那么煽情，我真的好感动。说实在话，我第一次拿到这个辩题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打，因为这太挑战于我传统的价值观了。但是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对方，我方的观点不像对方想象的那么荒谬，我方没有想逆天，我方的观点还是占有一定的存在。对方之所以认为我方那么不可理喻，那是对方您想错了。第一点是关于可不可以接受的标准，对方把可接受定义为我可接受，我就代表我任由他去。那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父母终有一天会是离我们而去的，我们都会很伤感，在我们父母生病时我们都会去救治他们，难道这就代表我们父母离开我们就不可以接受，我们就终日郁郁寡欢，我们就甚至要去陪父母吗？就当然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可接受不代表不作为，这个地方便有一个思想上的误区。第二，而对方辩友所说的不可接受，那就代表我们要去抵制，就是我不可以接受的文全球化下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我就是不去全球化，这是不可接受的作为。对方辩友却认为不可接受那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心理态度啊，这难道是对方辩友认为不可接受所在的标准所在吗？第二点就是对方辩友一直妄图把强势文化就说成他的文化侵略划分进全球化，而我方辩友就向大家说了，文化侵略是一个国家强制性的让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学习他们的文化，但全球化的文化它是一个大家自我选择的过程，这二者根本不可以等同。对方辩友如何论证？对方辩友又提到消费主义，那消费家资本家他不是文化传播者，他是哪里有钱赚他就去哪里，而不是他非用的强势文化打压全世界的文化，这点对方的论证也是太过霸道了。第三点就是对方把全球化的丧失等同为这个全球化带来文化丧失等同于他的撤
灭亡。也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直接丧失，我们就不是中国人了。北京没有四合院，我就不是北京人了。那我想问一下对方辩友，难道现在的滇中文化、以前的礼服、汉服文化现在没有丧失吗？难道它丧失了，我们就不是中国人吗？所以说，丧失的概念就是以前全北京都住四合院，现在四合院只是北京的一个地标而已。我们要住上高楼，以顺应北京市的发展，这才叫做丧失。所以说，对方辩友今天一直想把丧失定义的那么极端，他只想做一点，就是在情感上得到大家的认同。我们就看看为什么他认为在情感上他们可以大家得到认同，因为我们认为丧失这个词就是不好的，所以他方就认为我方的观点太过荒谬。但是丧失究竟好不好，我们需要看的是什么？是我们丧失了什么，或者我们因为什么而丧失？我们看，我们首先丧失了什么？那些与主流价值观相冲突的，像跛脚、像割礼这种，它本身是一个经济文化殖民在一个文化殖民在一个民族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全球化文化的交流、数字化、新思想的引进，它得到的会是这样的文化丧失，不可以接受吗？第二，我们因为什么而丧失？那就是像北京四合院的例子，我们因为了顺应城市的发展，顺应人们不断往前需求的变化，我们选择了让它退居我们的历史舞台，而重新选择更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为了发展的丧失的文化，我方也觉得很无奈，这是必要的取舍呀。就像我们的人生也需要取舍一样，如果什么都舍了的话，那我们的人生该怎么往下进行呢？所以今天最重要的是面对全球化导致文化性多样性丧失这个事实，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如果用那种比较抵制向对方什么都可以接受的态度的话，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固步自封，另外一种是冲突逐渐加剧。而只有用我们比较积极的态度，用我们去接受它，甚至用一种更好的处理关系来处理现实价值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我们才能够了解什么样才是我是谁，我们的文化。谢谢。的精彩总结，感谢双方辩手。现在我们的比赛告一段落，下面进入一分钟缓冲阶段，请各位评委填写辩手评分表，请工作人员回收评分表。那么刚才我们几位评委在底下分别做了一些讨论，那么我现在可能忘掉了具体评委的一些细节，那么用我残存的一些印象，然后向大家表述一下。那么关于台上的评委的话，台上的辩手的话，有评委表示就是比较喜欢澳门大学的三辩。那么我立即表示出了我不敢对澳门大学的三辩表示喜欢，因为我认识他的男朋友。然后同时呢，也有些评委就是对对那个复旦大学的男生呢，就是表示了一些好感。当然呢，表示这样好感的话呢，也是男评委来表示的。那么这是对几位评委的表述。那么另外对于今天就是澳门大学一辩上台的时候呢，表述他可能听语速方面可能希望对方会慢一点。来，港岛娃怎么样？因为我是澳门人。你是澳门港岛娃的。那么这位是讲粤语广东话的，但是呢就是整场比赛下来，我听了双方啪啦啪啦啪全部是很快的语速。那么因为在之前的话我在青岛，当时我们是参加就是一个辩论比赛，都是由非华语母语组比赛，可能比较习惯听他们用一些标准和缓慢的普通话来表达，所以今天我觉得双方语速呢略显快了一点。但同时的话呢，正方一辩在表述他立场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些地方速度好像稍微快了一点，就比如他说大一统好像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就没有听清楚为什么大一统不可能，所以在后面慢慢其他队员在展示自己立场的时候，我才搞清楚，哦，原来他们的意思是现在大一统就是全球的大一统没有发生，所以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没有发生的过程，是不是还只是就讨论一个过程化的问题，这样我才慢慢搞懂。所以的话就是即使你是讲广东话，但是如果慢一点把这个表述清楚呢会更好一点。那么在反方方面的话，有些评委认为反方表述自己的观点呢，就是比较清晰，而这种清晰，表示自己的立论比较清晰。那但同时的话呢，可能我个人某种看法的话，就这种清晰，一方面是比较清晰，但是在作战的时候呢，没有很好的把自己的这个很清晰，就好像想把这个对方完全的多样化做了100%的一个消除，这样的意思呢。我可能是我的理解，就是可能你们想就是要把对方百分之百扣死，
这点上可能没有做的很绝对很到位，但是也有些评委认为你们是做的比较到位的。这是我对双方就是在台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有什么回应之类的。OK， 如果暂时没有回应完了，关于台上方面语速很快，那么例子也很多，但是我很遗憾的是，就是有些例子的话，可能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完全到位，但同时的话也是关于双方如果能多举些对方城市的例子的话，你们可能会更好玩一些。那比如像澳门的话，本身也是个多元文化并蓄的一个地方，那么哪些文化上升，哪些文化得到传承，那么这些的话倒是可能值得讨论的。就是如果讲这些比较亲切，包括上海，好像你们也提到一些石库门的例子，但如果上海的例子可能更多些的话，也可能更亲切。但中间包括但如果适应就是场上好玩的话，这边有很多的四川同学，那么你们如果多提一些四川的例子，如果讲得更透些的话，那我想对于广大的这些观众可能会有更清晰的一些感受。然后作为在座很多是成都人是吗？是 OK。 那么中间他们反复提到一句话，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但这句话的很标准的一个三段是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但是我想知道，就在座的成都朋友们，你们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吗？因为在历史上，我知道，就是历史上在四川这边有三星堆文化，跟你们有关吗？没关。所以他们挖出来那些人眼睛凸出来的不是怎么样大大的，然后那些好像跟在座朋友不是很一样。然后古代的巴黎的齿轮跟你们有关系？没有，也没有。所以这中间也是体现某种就是文化上的一个变迁的过程，然后古代这个文化消退，新的文化来了。而我再问一下，刘备时候的那些四川人跟你们有关吗？所以据我所知，就是一点，就是历史界还是有点交一些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好像张献忠屠蜀啊，就是四川好像杀了一批，然后后来湖广变四川，所以很多人其实从湖广来的。所以这边的就是说，本身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间，然后也许这边的四川人跟湖广那边的四川那边的人在文化上共同优越，但是在这边慢慢发展中形成自己的文化，而这边本土的很多文化消失了，然后这边又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文化方面的传承之类的东西。我这是我可能一种感觉，这只是针对题目的一个讨论。所以如果你们在这个方面就是由四川本地交流更多一些的话，可能会更深入一些。那么另外就是这边就是也有评委提到，就是反方这边就一直提到就要坚持文化多样性啊，从两层面，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去做。但是就是有评委提出，就是你们没有提出就是要保留这种文化多样性的好处在哪里。但中间导师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这个彝族啊，那个其他少数民族的例子。那么这些例子的话呢，有没有讲透或者怎么样，那我们觉得可能还未必讲很透。但是这边的就是说，可能他们对人类学的就是研究比较少，所以没有硬接你的例子。就比如像彝族或者哪些族，他们从山下搬下来就是一回去，但是中间更具体的可能还是某些政府补助还有等等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在这些云南这些在三年的少数民族之后，如果你们知道多一点，会发现他们以前有土司的，他们就是以前就是还有比较封建的这些财运，还有高等火种的，你们认为他们要不要保留呢？高门火种也就是在地上撒一点米，然后直接就看它自己生长，自然生长而已。而后来的话，是我们中央政府给了他们提供了大部分的一些财产和一些财产。然后同时的话，他们以前有土撒有仆人的时候，那么一个仆人，但是非民主化，就是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么这样的一个多样化，就你们是否就是讨论到这些东西，就是在你们的立场中间是可以剥离的。所以这方面可能也体现了对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知识的一些欠缺。另外就是还有一点，是反方不断提到土耳其的例子，但是这个土耳其例子的话，我想问在座诸位，你们去过土耳其吗？我也没有。但是问题是，关键是就是说啊，如果讲土耳其，我可以讲很长时间一段话。但是问题是，关于土耳其的话，它的这个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也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因为凯末尔革命之后，就是他们干了一件事情，是废除了哈里发，而哈里发当时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或伊斯兰世界认为就是最高的认为大佬，但是他们废除了，因为他们想融入新的世界。而他们这个国家呢，然后到现在为止，他们就是说也是在自己认同中间，毕竟他本身土耳其的人种还是原上，他们都不属于阿拉伯世界，这点也要清晰。但是他们是属于伊斯兰世界，但他们现在身份认同上，他们要接近的自己是否加入欧盟的问题，这是土耳其现在这个身份认同。他们认同的矛盾是属于欧洲还是属于亚洲，是他现在的矛盾，而不是他。然后同时土耳其人是很乖的民族，他们保留了突厥语系，但是他们所丢失的是什么人种。
这个讲起来是另一段往事。但是这一块的话，终于等到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反打土耳其的时候，然后反方三辩，然后反击，你们土耳其他们真的丧失了自己的认同吗？然后终于把土耳其这边给接回去了。那么所以这个点上，我觉得土耳其的例子，反方完全可以把这笔给带过。OK， 讲了这么多，我认为是超时了。那么谢谢大家，谢谢。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来感谢现场的评委，感谢场上八位辩手的精彩表现。